虾米？怎么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有障碍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跑到右边来？蹲着脚麻了，站着脚累了，我还是坐着好。毕竟我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了。嗯，有诶，上面有一根电线啊。就是我心上面这里啊，这里就有一根电线杆啊，现在这里就有一根电线杆啊。因为我在探索啊，你没有在探索。有一个人走过来，先不要过。OK, clear.哪里？撞到悠悠嘛！干嘛呀？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Doo-doo-doo!